咱们出来两日，就下了两日两夜的雪，还不能生火。要我说啊，还不如生火呢。引几个狐狐兵过来打一架，还能暖和暖和。可高达近30倍乳铁蛋白的皇家美素胶儿邀您观看《斛珠夫人》。丁贵儿起天，外用致富线。丁贵儿起天邀您收看《斛珠夫人》。 西平港海域附近向来风平浪静，海流平缓。今年的海流反了向，所以这些雷州敌军才会借着洋流顺势东进。船舰的行进速度比往常快了几成，舰速也更为猛烈，难以抵挡。这里可是月亮湾，是，此处便是月亮湾，在西平港外十几海里，因为呈弯月形，不受季风影响，又与西平港主港口分开，所以时常有人。 为了躲避海浪风暴，将船停靠在此处。可曾将此处停船清空？备战之前曾下令清空月亮湾中的停船。青海宫是想诱敌深入。这场仗必须速战速决。传令下去，假装失利，引他们进月亮湾，然后用火攻，逼他们弃船登岸。他们擅长水战，上了岸就如鱼离开了水。 只怕那些敌人未必会如此上当。不肯上岸，是因为诱饵不够大。把消息传出去，说本宫在海岸近处月亮湾里查探军情。是。 方大人，那里啊。 便是洪耀元了，得名是由洪耀帝继而来的。洪耀帝继，是洪耀，本是宗室女，亦是举兵叛乱之夷王，楚凤仪的异母姐。早年啊，和亲胡库，到了32岁，以辗转嫁过3名藩王，颇有权势。当年夷王之乱时，洪耀帝继曾遣军援持夷王，陛下和青海公率军深入胡库境内，鏖战4日5夜，歼敌5万余。 胡库军大赦，洪耀帝姬则被踏死于乱军之中。他的墨子也在战场上失踪了，怕是凶多吉少。此战过后，这20里的原野上，雪泥血肉，红黑杂错。次年，正逢异常暖和的天气，这洪耀原上竟然稀稀拉拉的生出了勃勃春草，生出不实啊！这老人啊，管他叫做腐尸草。每逢清明。 大哥，快走！快走！帮我们！快帮我们！帮我们！
那个就是射杀了左王的人，不是吧？您这看着瘦瘦小小的，你看不出来呀。就是，赶紧看，还被铁链子锁着，不厉害，努尔丹将军是不会这么做的。是，就是，谁敢在外面？跟上，看不出来，走。 此人剑术超群，一个人干掉了我们八个人，他杀的左王，应该不是误传。有胆识，有眼光，不但接住了本王的匕首，还借势着金刚炼成的匕首割断了铁链。你可知道？ 在湖库，本王的暗器是没人接得住的。不过如此。归顺本王吧。本王可以给你黄金，给你草原上最美丽的女人，让你攻城略地，成为这草原叱咤的雄鹰。方某从军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更何况你说的这些。 你自恃誓死如归，但是你手下的将士和加满人未必不怕死。来人，把他们拉下去。等等。有意思，一个大征人，居然知道咱们草原的规矩。 小个子，你可知道要挑战本王是要有彩头的？我若输了，我便归顺幼王；幼王若输了，便放了我跟我的兄弟们。好，幼王是想用武器呢，还是赤手空拳？本王看你身形孱弱，便准你用匕首，本王赤手空拳。王，此人狡诈，切切不可。 你若是输了，便归顺本王；若是你侥幸赢了，你走，或者战俘走，只能二选其一。若是你委实决断不了，那便改日再说。慢着，若我赢了，王便放了我的兄弟和家满人。是我看中的雄鹰，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
我会放这些战俘和家门人离开蓝子城，但不是现在。什么意思？比试之时并未说即刻放人，为避免造成营中混乱，这些战俘和家门人必须分批放行。你若是不怕他们死，就再反抗试试。你言而无信。 好刀还是要用好钢练，把他给我押入囚牢，记住，单独关押。是。叶礼良，王判你招摇。 启禀青海公，敌人果然中计，船只被烧，纷纷弃船登岸。公爷，马匹已经备好。走。还有一事，黄泉营传来战报，小公子被胡姑又不生擒了。什么？公爷，青海公。 我欠人一条命，势必要还。您是个英雄，趁乱出手实属无奈，请不要怪我。公爷。 青海公，外面情形如何？正如青海公所料，敌人上岸之后战力损失很大，我军趁机围上，几乎全歼。现有些尚未进入月亮湾的敌船想要逃走，正在拦截。我方人员如何？回禀青海公，因早先设置了机关陷阱，我方损失极小。青海公，您的伤势不轻，还是要多加歇歇啊。卑职。 卑职并不知修风隐藏着狼子野心，定将他所有急速调查。青海公，不可妄动，小心伤势啊！青海公，现有两路敌船，一路向此处，两路敌船，皆向深海逃匿。一路即此，二路追击。 三路拦腰截断，日出之前把剩下的所有敌军歼灭。是，卑职立即下令。海氏，你要撑住。三九小儿感冒药，孩子感冒怎么办？就这么办。三九小儿感冒药邀您继续观看《斛珠夫人》。 方海市被胡库又不生擒了，好，这样很好。据典英应该知道，建明继承了爵位，所以你我的旧事被重提。
今日来此，我只想把事情说清楚。自慈心去后，我曾立誓，不藏私，不成家，以身奉国，立功自孝。我们父母那一辈，虽有了签约，但你我之间本无约定。希望你不要再自误了。好一个不要为你自误，我却自误了许多年。此战已胜，你且收检战场，整顿西平岗，详实写下战报，送回天启城给陛下，千万不可拖延。还有，我受伤之事不可外传，以免影响军心。是。黄泉关路途遥远，青海公伤势未愈，便长途奔波，卑职担心。不需担心，来日再见。恭送青海公。这个牢房只有一个出入的门，你们都给我记好了，只要看到方海市出来，直接射杀。那可是王要收服的人，你不怕？一个大征人，非我族类，纵然被王征服，只怕会是囊中锥，早晚有一天会刺破口袋，扎上我胡国人自己的手。杀了他，自然会向王交代。吃饭了。我要水。那不有喝的水吗？我要洗漱。还洗漱？你一个战俘，有你吃有你喝就不错了，还想洗漱？我不洗漱就没办法吃东西，不吃东西我就饿死了，到时候你怎么跟你们王交代？等着。哎，穷将军，孟爷，快点！
问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在外面等着，只要方法师一出来，直接射杀。王，怎么回事？为何会起火？我去送饭，那个方海师越狱，把我们都打晕了，不小心把火盆碰到了，所以就起火了。那方海师人呢？逃走了，也可能还在里面。那还不快救人？律师，怎么不见人啊？阿尔泰怎么被烧死了？方海师，别跑！保护我！班长，这方海师纵火越狱，不可轻饶。这弓箭手准备的真是齐全呀、啊！要不是听到你们王的声音，我都根本不敢出来。洛尔丹，这一大早的，你带这么多弓箭手过来干什么？我是担心他越狱，所以带他们过来看看，没想到正好碰上了。那你还真是未卜先知啊，不如你再算算，是谁今日在我的饭里下毒，又是谁故意将那牢房的锁头弄松，挑唆我逃狱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剑阵也是为我准备的吧？你是想将我射成刺猬吗？卢尔丹，你好威风啊，若非我将计就计，要了盆水打湿了兽皮，又将火盆踢翻，我也就死在里面了。到时候死无对证，这个中的曲折又找谁去说？你血口喷人！你的意思是我冤枉你？好啊，这个饼是你送来的吧？不如你帮我吃下去啊。王，卢尔丹向神明起誓，我对您忠心不二，但此人心性歹毒，行事狡诈，不得养虎为患。还不快救火？是。你可有受伤？启禀王，左王夺洛带了一批人来到了南城门，要求王交出方海师。洛尔丹，你留在这里灭火，你多派人手将方海市带回府中关押，等候本王命令。你火速纠集人手，随本王去南城门。是。走。二阶阿克，别来无恙了。朵洛，你初登左王之位，便率兵前来，怕不单单是为了问候本王的吧？安可既然知道夺洛来意，还请交出左部仇人，给本王和本王身后的兄弟们一个交代。左部的仇人应该去黄泉关去找，为何来我右部要人？杀害左部老王的凶手方海市，在红药园一战被你右部擒获，你还与他比武，让他巧胜，现在已经传遍了右部。安可既然不愿意杀方海市，为我左部老王报仇，那么夺洛只有亲自前来要和。方海市，没见过，长什么样子？待本王方便之时，可陪你去黄泉关要人。安可是不准备交人了。罗洛，本王固守兰兹城，岂会怕你这区区百余人马？右部刚入兰兹，根基未稳，你真的这么有自信能挡得住我们？不怕我安置后手吗？王，您惜才，可眼下右部确实在此处立足未稳，为了一个战俘与左部开战互相残杀，是非虎口之福啊。安可，交出方海市，我夺洛马上离开兰兹城。
你的。王，新的线报。那个战俘是女人。罗洛，你我叔侄一场，何必剑拔弩张？你不是想见那个与本王比武的人吗？本王这就叫人把他给你叫过来。王命你即刻换上女装去南城门。这就是你们新想出来侮辱我的法子？让你穿你就穿，哪儿那么多话呢？王叔，你尽管拖延，拖延一刻，杀俘十人。你敢？三刻未到南城门，所有战俘全部处死。太阳都快到头顶了，你是在等人还是在调兵啊？怎么可能？你和那些战俘都是本王的人，本王只是让他们看看，以免有些人动了不该动的念头。我知道你生性并不驯服，但是你今日最好听本王的话，否则一旦战事开启，最先遭殃的就是那些战俘和家门人。来，随本王下去。我们左部找的是杀害老王的仇人方海市。如果你以为找一个女人出来就能了事，恐怕会让你失望。本王说过，本王不认识什么方海市、袁海市的。但是如若你要找的是与本王比武又巧胜本王的人，那么本王已经将他带到了你的面前。这是本王的新仇。来，提弟，让左王好好瞧瞧你。消息这么快就传到你那儿，我相信兰子城一定有你的人。你如若不信，可以把他叫出来仔细辨认一下，这到底是不是那日与本王比试的人。我倒是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女子，让安可笑得跟朵花儿一样。王某，你出来。Thank you.
看清楚，他是不是与幽王决斗的人。没看清楚。喂，站住！走路。王。王，秦叔卢尔丹无礼。卢尔丹确实在红药园俘获了方海市。什么？不过此人狡诈，今晨在囚牢里纵火，试图越狱逃走，也被我射杀在囚牢，葬身火海。卢尔丹未能及时上报，愿王和左王之间产生了误会。愿王看在卢尔丹一片忠心，饶恕卢尔丹。哼！这回你满意了吧？提地你也见过了，方海市也已经死了。你若是真的想复仇的话，便盯紧黄泉关吧。知道了，你也不用再狡辩。等本王像拆开一件礼物一样把你一点一点的拆开的时候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如果我愿意跟你承认我的身份，那你可否告诉我，你的消息是从何而来的？不用着急，等你成为了本王的正妃，本王的达瓦纳，你想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，本王都会为你找到答案。我对成为你的正妃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因为你是一个言而无信的懦夫，并且还输给了我。快走！走！走啊你！跟上！走！快快走！我看英雄大概都在左部，你们右部都是一些只会撒谎的人，一边说着放人，一边又在抓人。说一套做一套。本王是答应你放人，但是并未说不抓其他家的人。那方某敢问幼王，究竟何时放人？待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本王，本王可以把他们都放了。送我回牢房。牢房就不用想了，随本王回城主府吧。本王要定你了，驾。快走快走快走，跟上，快点，后面的跟上，快点，快老实点，走快点，会不会抓起来了？快看看有没有大哥。你们沿这边快走，这有两个，过来，去你们两个去那边，快点，没事吧？都给我老实点。张大人，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？有没有看到我们大哥？我就是来想办法救你们大哥的。我有一份重要的情报，要你们带出去。要不，杀出去。不，或许近日右部都忙会分批放一些战俘出去，不如。你们不许聚众说话，散开。
提第二的，这是王的赏赐。这些东西拿回去吧，我不要。下去吧。是。怎么，一样都不喜欢？要让我高兴，不用搞这些花架子，送我回牢房便是。你是本王的女人，谁敢送你去牢房？你说的快活日子我不想过，我知道我困在这儿逃不出去，但你若是逼我就范，我就杀了我自己。别，你原本家人，何苦气性这么大？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本王，本王应你便是了。你想让我乖乖听话，那你便把答应我的都兑现了。没问题，本王即刻叫人释放五名，十名战俘，剩下的那些人要吃饱饭，生病的要有人看管。没问题，本王答应你。那我也会答应你，这段时间我不会自戕，我也不会逃走，但是我要求在兰兹城内我可以自由走动。怎么，你怕我跟你一样说话不算数吗？你放心，在那些战俘被全部释放之前，我是不会逃走的。你堂堂胡库右不敦王，连困住我的信心都没有吗？本王应你，还有什么要求一并说出来。先前那些食物我吃不完也怕浪费，不如你同我一起去一趟牢房，将这些食物送给那些战俘，正好我也要看看你是不是释放了足够的人数。如此甚好，别说去牢房，便是去大征的京都，本王也陪你去的。王，把食物给他们发下去，这是提地阿达赏你们的。二七可真有眼福，这个什么提什么地啊，还真漂亮。给我来一个！本王今日要释放十名战俘，挑最孱弱的。大雪今年，免得浪费牢里的粮食。遵命，遵命。这下你可满意了？他们几个人一直在咳嗽，怕不是得了什么怪病。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将那两个人也一并放了吧，别传染给其他人。将这两个人也放了，省得传染其他人。是。你这人怎么走路不看路啊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对不住。你们只需将暗号传递，自有人混进牢房守卫，替方大人传递更多的消息出去。你这人是不是得病了？什么鬼？公爷，公爷，这匹马快不行了，附近有没有驿站？赶快换吧。回禀公爷，前方二十里有暗卫营的铺子，手下半个时辰之前已经发出消息，命令驿站的人准备几匹快马送过来，就快到了。好，公爷，您的伤无妨。公爷，这一路来已经累坏了好几匹马了，您又有伤，不能在日夜兼程了，当心伤口崩裂。先赶往黄泉营，其余再说。方海市的身份已被识破，现困在右仆敦王占领的城主府，恐已为他取纳。备马。是。
铁定阿达不能走出府门。放他出去。是。你放心，本王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拿着这个腰牌，在兰兹城内畅通无阻，没人敢阻拦你。王，这方海市势必要去牢房，倘若他和那些战俘勾结，设下陷阱，这对我们……城中皆是咱们的武士，他想带那么多战俘走也绝非易事。女孩子嘛，偶尔耍耍性子，何必逆着他来？卢尔丹，你抬出烧焦的尸体让夺洛退兵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方海市是杀是留，我说了算。是。站住！开门！平时吃的清淡，幸亏有阿达的饼吃，不然饿到此时睡都睡不着。哎，牢里苦啊，真想今晚就回家。那便多吃点，这个阿达我还要做一阵子，多少可以庇护你们。也是你们运气好，平常人哪有像我们阿达这样好心肠的呢？说这些做什么呢？今日这饼子买得好，东市的饼子芝麻放的就是多，西城门外那些商人材料放的少又脆，一掰就碎得掉渣，活该他们做不着生意。兰兹城东有重兵，西门防守薄弱易攻。报！王，又来了新的消息。传上来。有新的线报传来，方建明正去往黄泉关。方建明，我当年在红药园。就是这个方建明，害得红药地基死于乱军之中，方邪破死，我们胡祸变成如今这般四分五裂。消息确切吗？该不会是有人故意引我们上当的吧？是来自黄泉关的消息，这次与上次告知敌地是女人的消息，并非来源于同一处，本王自会派人去查验。若是他真的来到我们这里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当年在红药园，本王被方建明大败，仓皇而逃。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黄泉关固然是天险，可是要知道，他方建明也要顾忌各部联盟的力量，他可是咱们整个湖库的敌人。传我命令，立刻去通知湖库各部联盟，他们若知道了方建明去往黄泉关，必然会马上向兰兹城靠拢。这一次，本王一定要选红药园支持。